我们来看这个混乱的场面。国光客运为了要抢攻台北往返宜兰路线的商机，从今天开始推出了为期三天的免费试乘活动。结果从凌晨四点就有民众到台北捷运圆山站来排队，聚集了上千位的民众。这20,000张的试乘券在上午十点之前就被索取一空，现场的民众愤怒也推挤，甚至还瘫痪周边的交通。他们长郝龙斌得知之后震怒，要求对国光客运依法开罚。只要有这个单子啊，只要有这个单子都可以做啊。说有多愤怒就有多愤怒，有民众从早上七点排到下午两点，即使顶着大太阳，就是想要免费搭乘客运到宜兰。国光客运在圆山转运站增设台北到宜兰路线，推出免费试乘的活动，没想到民众反应太过热烈，造成捷运站附近交通大打结。如果能够标立牌是最好的。国光客运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新增台北到宜兰路线，推出持有免费试乘券才能搭乘的优惠活动，不过资讯不够清楚，让许多民众搞不清楚状况，就直接到现场排队，但是却换来这种结果。谁知道有那个券，根本们都不知道，就是扰民吗？给了糖吃，又说不可以。是要搭车排队的民众，没有拿到券的民众，我们也是后来还是公司加班车，都能够把这边先疏运走了。即使拿出配套方案，但是还是无法弭平民怨，因为有民众早上搭到免费客运，但是票券却没有提供来回服务，还是要自掏腰包坐车回来。早上去的感觉就不好了，觉得还是坐有钱的比较有尊严呐。国光客运在整个过程中间，如果有影响到环境，有违规违法的地方，我们依法处分。市长郝龙斌认为，试乘活动已经影响到周边交通，只是公共运输处立即处理，该罚就罚。针对他这部分违规的部分，是依公路法举发的时间，会移送给他的主管机关来做处分。公路法一件是以9,000块来做处分，他时间大概就是90,000块。国光客运在北宜路线还没正式营运就发生这么多问题，只是活动还有两天才会结束，业者应该要好好想配套方案，才不会影响到消费者观感。UDN TV 陈婷、吴新伦台北报道。